在植物的花盆边缘挖上一个洞，然后把它埋进去，盖上土壤，然后再给它浇透水，慢慢的它的营养就会释放出来，提供给植物的叶片和根部吸收，让植物长的枝繁叶茂开花多，叶片还会长得肥厚油绿旺盛，特别漂亮。我用的这种就是植物营养缓释片，它是一种长效类型的缓释肥，一片用一个花盆，用一次顶上半年到一年的时间，营养会源源不断的释放出来。由于它的质地比较坚硬，所以每次浇水都会融化一点点，一般的话呢都能够顶上半年到一年的营养了，特别的有效，而且它的肥效还特别温和，不会收根也不会收叶收苗，对于家里开花的植物、生冷期的植物、观叶植物等等都可以用。它里面含有丰富的氮磷钾各种元素，还有微量元素、中量元素，特别适合家庭养花种菜。它是有机肥组成的，所以不用担心它会有无机盐还有化学成分，都是由豆粕、芝麻饼肥所组成的，养花种菜都能放心使用。如果你也喜欢养花，可以关注我，让你养花变得更简单。